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idi。Hello， 系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就想拍一条片咧，我自己谂出嚟嘅，就叫做你知道唔知道？咁就系我哋每个人咧都准备咗五条至六条嘅问题咧，就系、是、一啲我哋平时其实系有提及过啦，有讲过嘅嘢，但系觉得对方应该系冇心装载啦，又唔会听啦，又唔会记嘅嘢嘅。咁而家咧，咁所以咧，我哋今日就去问对方呢啲问题，睇下究竟命中有几多咧，答唔中系要打嘅。我觉得我一定答得中晒咯。我咁留意你，黐线，仲可能唔知道我画画好靓，做咩？好啦，我哋而家就开始啦。好啦，咁第一条问题啦，因为咧，其实我自己冇谂过生唔生小朋友嘅，咁但系咧，我系有谂过，如果我生到一个女嘅话咧，个女个英文名我系谂好咗嘅。我讲过好多次噶、哦，我知啊，喂，但系好深噶嗰、那个英文。是啲星系啊，或者啲唔系 Sailor Moon 女。好啦，我准备好俾人打啦。哇，答啱咗啊！答乜嘢啊？我想个女叫 Aurora 啊嘛。哦。北极光啊嘛。啊有冇记忆啊？有冇记憶？有冇记忆？我幼稚园读边间？我觉得我一定答得中晒咯。我觉得我一定答得中晒咯。应该我同你讲过喎，你讲个地区都得啦。啱唔啱啊？炮台山啱唔啱啊？系咪嗰个斜路上边嗰个？都啱啦，唔系我唔系宝马山路嗰度，系北角咧有条路斜路上去。呢条实答得出啊？你可以答嗰个地区同佢类型。如果你應該不會答得出佢個名字。如果答得出佢個名字，你會唔會愛我？我會好愛你，但你冇可能答得出。我喺香港最中意嘅餐廳。咩嚟㗎？冇話咪西班牙菜咯，喺中環嘅。唔係。係咪完全錯曬？你知唔知依間係邊間啊？係邊間啊？銅鑼灣一間嗰間鐵板燒。哦。係啦，嗰間。是因为充满了我成长的一些不同的阶段变化。我真的喜欢吃那间，但是我当那间是最喜欢的。最喜欢啊？那个问我。不用人家打我不会不记得的。我会考多少分？这个我不知道。有咯，有一定有讲过，同我哪科最高分。喂，搬埋会考嘅嘢翻嚟。系啊，谂住由细细个开始问咯。哎呀，我有谂过，我本来全部啱晒，我有谂过啊，我谂过系咩事啊。哦。系啊，但系唔知点解记得你二 com 好似好过我，所以我就哇谂到十六分啦、啊。你几多分？对啊。好啦，跟住哇呢题超简单，呢题送分题。我近视几多度？你同我配过咁多次眼镜，陪我去过买咁多次 call， 咁你数细啦，好啦，咩左右唔一样噶嘛？唔系啊，但如果我因为左右唔一样，你系错晒噶。即系先，我个答案喺度啊。我呢就好简单嘅，大学嘅 intern 喺边度做？哦，我知啊，送分噶，系啊，冇错，系马会嘅。在那裡讀過了一年的 intern 生這題呢你沒可能知道答案，但是你很應該要知道。今年我送給你媽媽份生日禮物是什麼牌子，但我是一路買一路跟你講電話的，而且我一路已經發了那些網址、Facebook page 告訴你我會買那件事，問你好不好，所以你從來都是答我好啊，沒所謂啊，你喜歡啦。是啊，那些女人又不懂就行了。咁但系都系买俾你妈咪噶嘛，又唔系我自己买俾自己嘅嘢。Body Shop 唔系咯，呢个系咩牌子嚟噶 ？Body Shop 啲嘢边有咁贵啊？系咩？你知唔知个色嘢几多钱啊，大佬？阿妈啦，阿妈生日都唔知啦，阿妈生日都唔知啦。呢个其实都好简单嘅，不过我想你
在鏡頭前面講一次。咩嚟噶？我愛你嗰啲咩？唔係。我哋第一次食飯食咩餐廳嗰啲？唔係，我哋一齊咗之後第一次嗌交嘅經過咯。你記得啊？點會唔記得啊？你真係記得㗎？我真係記得㗎。你寫咩啊？我寫咗喺奧運打羽毛球嗰次咯。哦，邊個近啲啊？咁梗係奧運嗰次啦，只啱啱一齊啫嘛。係咩？係啊，咁你講下呢個奧運打羽毛球嗰次。對啊，因為咧，我自己係一個如果好肚餓咧，係會黐咗線嘅人嚟嘅。然而咧，我對食嘢有要求，即係我又唔可以求其去食一間大家樂。即係如果我心裏邊係好想有一間餐廳去食，而係去到嗰間餐廳，我哋又迫切地唔可以排隊，因為可能約咗人有時間限制。跟住咧，我就會一路喺度發脾氣咧，就會一路暴走咯。我係一嬲就暴走嗰啲人嚟嘅。跟住之後咧，佢追下我之後咧，自己走咗去咯。跟住之後我走咗咧，無啦啦走咗。我冇無啦啦，我一路行啫嘛。跟住你擰轉頭，我真係我冇擰轉頭啊，我只係行慢啲啫。喂，你打再咧，做咩打我？嗰次都唔算係鬧交，都冇鬧到嘛。單方面發我脾氣，我單方面成日都發脾氣噶啦。都好，你都喺鏡頭前面講。對啊，我係港女啊。對啊，你係港女。呢個係你一定要識啊。係咩？我最中意嘅歌。最中意嘅歌。呢個係我哋啱啱嗰個旅行嘅時候咧，我有講過嘅。你唔係琪琪都唔同。唔係啊，我有一首好中意嘅歌。咁我寫咗幾首大包圍。我怕你大包圍都錯，一錯到離曬大譜。我嗰日係同你行街講噶，我哋喺日本嘅時候同你講，你知唔知道我最中意嘅歌係咩？若問世界從無雙，會令我嗰兩首你都有同我講過啦，你中意。你嗰兩首有一首係因為我小學畢業禮。即是表演的歌，另一首是那排突然間很喜歡的歌而已。但次次音樂一響起你就入歌。都不關事，什麼音樂一響起你就入歌。到你最好的題了，沒了。最好的題，我最喜歡的國家在哪裡？你最喜歡的國家？是不是大熱門的國家來的？都不算的。這個我真的不知道。好像有發過什麼給你看，這個國家很多美女。你去到度度都话夹女噶啦，咁系我喺香港都有夹，咪系咯。即系我用女仔靓嚟去估呢个国家啦，吓系咪啊？瑞典啦，个原因咧真系因为多靓女啊，系啊。但你都冇去过，你冇 fact check 过，你点知点解啲女仔系咪真系你中意嗰啲靓咧？唔系就我都中意佢哋国家队。我有谂过，我有从呢样，我有谂过啲咩亚洲。啊，嗰啲即系嗰啲足球嗰啲国家队嗰啲，你唔可以打我噶啦嘛？咁我哋就即刻同我 ending 啦，我一定系赢嗰个啦。希望大家中意睇今日呢一条片啦。如果你中意嘅，记得俾个 like 啊 ，subscribe 个 channel。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两条新片噶。好，冇咩事，我去洗碗啦。我逢星期六嘅三点同埋星期日嘅12点。系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